林苍兰八成重启了阵法，大尾巴鱼不会那么傻，真的还在里面等我吧？长夜，快跑！以后如果再遇到什么攻击，你不用替我挡。换作你遇到危险，我不见得会舍命救你。为何替我挡下那一击？我不想你受伤。伤口疼吗？疼，但你没事就好。这是我从人间学来的，可以让受伤的人好受一点的特殊法术。摸一摸就能好。摸一摸就能好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赢了我跟你走，我赢了你跟我走，总之就是不分开。你把鲛珠给我了？是信物，也是给你的承诺。你们鲛族给鲛珠的方式都是这样的吗？还是你看了什么奇怪的画板？再奇怪的画板，也是你的。这护法这一觉睡得可好啊？从今日起，训鲛之事由我全权接手。在万花谷里，我只听一位御灵师的话，那就是纪云和。萧公主，你要干什么？训鲛第二轮，断尾。云禾，怎么样了？第一局是不是赢了？林苍兰不信，说明日要亲自来查看鲛人开口。啊，还得留他一夜啊？云禾，洛洛，你先让我睡会儿，一会儿再说。哎，云禾，你怎么了？伤口有毒。思雨那个混蛋，走，我扶你进去休息。云禾，你醒醒！云禾，你答应过我不会有事的。云禾，你不能死啊！云禾，你答应过我要一起逃跑的。云禾，我不要你死啊！云禾，你醒醒啊！云禾。鲛人鳞可解百毒，但是我怎么记得书上好像说过，这鳞片拔不得，不然会。大尾巴鱼，大尾巴鱼，谢谢你，但也很抱歉，很快你就会知道我不值得你这么做。云禾，我查到了，这鲛人鳞虽然有奇效，但是拔起来却刻骨噬心，所以这个家伙才会这样。刻骨噬心？嗯，我现在觉得这鱼还不错，身上肯定有很多宝贝。云禾，你快去看一下。
别说了，他都醒了。大尾巴鱼，还疼吗？其实我救你只是顺手之劳，你不必为我耗费这么多的。你救我，我给你药。原来之前你一直不开口，是不太习惯岸上的语言啊。这个好办，我在书上看到过，想让他流利说话得咬他嘴巴，我帮你啊。读的都是什么歪书，你别吓着他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他还挺有礼貌。大尾巴鱼，我知道你被带来万花谷，一直都很想回家。其实我也想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不如我们一起逃跑吧。一起逃跑？我熟悉万花谷的道路，所有的防守，所有的结界，还有阵法禁止。只不过我的伤还没好，你又耗费了这么多力气，他们人多，我们胜算不大。你好好睡一觉，明天等我准备周全了，我们就伺机逃跑。那你早点休息，大尾巴鱼。洛洛，啊，我们走。长椅。什么？云禾，这该是他的名字。书上说过，鲛人只会对亲近的族人和朋友说。朋友。朋友。那我们就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纪云禾。你好，纪云禾。云禾，危险。你演得真好啊，竟然哄得那鲛人为你拔鳞片。你有没有良心啊？啊，我是真的受伤了。哦，好吧。不是啊，你怎么了？那鲛人都开口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开心啊？你说如果明日他发现自己被骗了，会不会很难过？也许吧，但是他若能顺从先机，好好的做个先试，说不定能吃香的喝辣的，鱼缸都能用金的呢，说不定比大海还要好呢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现差池，进去看着鲛人。好。胜负在即，兄长竟还有心情出来闲逛。兄长是来给我送药的。今日你大出风头，明日之前有任何意外，谷中会认为是我下手，我只是防患于未然。用不上就扔了吧。兄长怕是误会我了，云禾只是想赢得比赛，从未想过要陷害任何人。一定要赢。一定要赢。注意分寸，免得玩火自焚。云禾，你没事吧？他没欺负你吧？没事，是我有些草木皆兵了。你怎么又出来了？云禾，我害怕呀。怕什么？我怕我再看着他，会心软放他走。明天陪
赔给云和。大尾巴鱼，对不起。